组拍个代表拿票。来，好。谢谢，来，一组四位，Thank you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瑞士的 Stutz 缆车，是滚筒型的缆车，全长1738公尺。我差点也是被挡住了。哇，那是后面吗？对耶。我们刚坐的是 Stutz， 全世界最陡的缆车，坡度有达到110%的那个角度，耗资台币16亿哦。背面这里应该是游客中心，感觉是卖一些小纪念品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在这边。那它其实有很多的登山路线，但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太多了，我们没有要登山，我们小小走一下就好了。好，在高山上穿短袖的女子。这是我们刚刚坐的缆车，看起来超级像云霄飞车的，超陡，可是坐起来其实不会恐怖。这里也太梦幻了吧，到处都很像是假的，好像在做梦哦。但我就搞不清楚我到底要拍哪一边的，手机跟相机容量大爆炸。这里有一个小教堂，木造的，它那个木造方式好特别。教堂的正门好像还没有开放，好像看起来很好吃哦。好软哦，这个呢，各一个好吗？还是哈？